烫的甘丁粿，在郑素玉的巧手下，成了一颗颗富有香气、口感 Q 弹的家常点心。郑素玉更发挥巧思，将甘丁粿搭配青菜、番茄等新鲜食材，就变成了一道简单又美味的汤品了。喜爱做菜的郑素玉常常在厨房里面实验多种的菜色，也就是为了让家人都能够吃到美味营养的料理。现代新素派呀，健康对待来呀，欢迎我们这位医生护士的易德妈妈，我们的郑素玉师姐。师姐您好。您好，大家好。哎呦，为什么是说医生护士的易德妈妈呢？你是在哪里当义德妈妈？哎，那个大林医院。啊、哦，大林医院、哎。所以呢，就是说固定的呢，也都要去搞我们的医生护士给他笑笑的、哎，对不？对对对。啊，他们一定看到你这位素玉妈妈到一顶就欢喜，因为呢，你一定会传点心去给他们吃。哎、对对对。好，这就是在慈济里面呢非常特别的一项功能、嗯、就是会有妈妈来照顾大家，对不对、嗯、对。那我们今天的素玉妈妈呢要教我们做的料理呢是古早味的点心了、嗯哦、对啊。请问是什么？咸甜粿。啊，不过在我们的吼，我们的孙公渔村吼，它叫做咸两厘啊。咸两厘啊？咸两厘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咸两厘啊，咸两厘啊，软啊，咸软，咸两厘啊，嘿，这是小姑拢安尼讲，有细汉就安尼讲，嘿。哦，真的哦，那我们又学会一个、嗯、叫做咸两厘啊，吼、嗯，对，啊，甜粿都甜粿，是安怎又变咸甜粿呢？细汉的细汉的时阵，就是熬甜粿啊，熬这样物件安尼啊。真的哦，哎、欸，这个倒是很特别。我们上网去查。茶咸甜粿都是查不到，就是只有甜粿，甜粿对吧？对。好，那我们就来边做呢，边来分享一下，感受一下这个锅渣比哈。咸甜粿材料有糯米粉一斤、熟花生米一大碗、茼蒿、果叶、番茄、香菇、袖珍菇、金针菇。调味料有盐、香菇粉、香油、素蚝油两匙、砂糖两匙、胡椒粉一匙。咱即马开始要来，咱即马先把香菇切切嘞，吼，来爆香哈。好，嗯，你是讲你细汉时阵都有这个哦？嘿，嘿，就细汉就拢安尼啊。咱食过，唔是甜粿，唔是拢是过年的时阵有无？嗯，迄个过年的时阵都要做，也就是叫我们的像年糕这样嘛。嗯，好，嗯，但是，也是用这个糯米粉对吧？咱那一个预制的时，咱拢是用糯米有无哈？嘿，糯米。浸过粿无无无去蒸。浸过啊。对对对对。啊，因为恁这边拢较方便，就是糯米粉，咱就免那么麻烦啦。哈。嘿啊，就直接安尼家用哈。啊，你细汉时阵是讲拢是过年时阵食，还是平常时都会食？没有，过年逢年过节。对嘛，它是一个特别的。年节的一个食品，对不对？吼，就是可能食甜甜，嗯，吼，啊，可以加抹醋边，啊，佮食甜甜，安怎？食好心，啊，食甜甜，安怎？好，这个就是过年的东西。但是唔知是当时吼，都发展变成嘛是爱食咸呢？都唔知吼，因为食甜的，一直食嘛是食咸的。好，嗯，对啊，因为甜的物件较咸嘛，啊，这咸的物件较袂嘛。对啊，好。啊，而且你若讲甜的时，该当做汤吃，煮汤吃。啊，对咩？好，咱即卖开会。来，咱到那边来插这。这，吼，这把咱留倒去。好。好。哦，因为这个量比较多哈。对，嘿，啊，全部就是做碎油而已。OK， 然后把这个香菇拿来慢慢炒香。咱直接的，我想这就要做义载京城。阿头，我们在这什么所在？这听讲这是古迹啊，古迹对，叫古迹对。好，那这个算是很多人来这边参观的一个地方哈。台南就是很多的古迹，然后有很深的文化哇。然后你多少家多少几年啊？住过来家都。系啊系啊系啊。哇，
小姐想在家，拢在台南嘛。哦，你小姐时阵都在家，啊都结婚也一直住在这里。哎，对，所以说，我们素玉妈妈来做这个叫做勾扎比是最适合的。这嘛不一定台南人家嘛，哈。嘿，台南人应该唔太有这个物件。啊，真的吗？真的啊，因为这是算我恁沿海迄种闽南人，这种物件祖先都拢有这种物件。哦。系啊，系啊。啊，阮来台南的，阮就无咧做这个物件，啊是即几工啊去想着，哎，咱做这个食看卖，唔好去再个去问。好，那师姐大分享个，哎，佮做佮爱吃呢，嘿，啊，都爱吃。哦，大家都很喜欢，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好，这也这马上恭喜你，拿手菜，嘿，蚝油来，好。哦，你看那个香菇炒到这样，有点焦焦香香的，哈，嗯。好，来火小一点，啊，这一定要炒到焦焦香香，所以这个调味要调重一点，对不对？因为要混在一起嘛。对对，这个是很简单呢，很简单，但是吼，你这是你细汉食过，还是上家的耶？啊，细汉咱就是在酒店在拢安尼食过，我就想讲。啊，这敢那想要改悄悄的呢，还是试看卖啊？嘿，是安尼改试看卖啊？安尼哦，你是用试看卖，然后这个照着小的时候的记忆来试试看，结果还做出来那个味道了。对对对，就这样子，嘿，那个就炒好了，放在那里是不是？好，那我们现在待冷。对，啊，今慢慢的来做这个哈，糯米粉倒进来哈，来做的来。你好，咱就慢慢啊加水。啊，慢慢啊加水。啊，无你水上就当然太稀了，不是。我替你安尼慢慢加，好不好？好，这样子。嗯，你们先把这个糖也加进去。好，这样还不够哈。可以这样子，好，那个等一下。水，稍等一下。好，为什么要加糖？哎，跟冰棍在一起搞甜甜。啊，蛮冰冰。哦，稍等，小瓜，小瓜，嘿。嘿嘿嘿，这什么？香菇精，好听，哦，都咸甜咸甜啊呢。对对对，啊，小可，不过你食起就感觉足甜啊呢。好，所以一点点的那个，这盐。盐，嘿。哦。啊，你就爱用那个盐爱有出来，看伊个口味才出来。才出得来，是不是？对。哦，这个就不一样，跟那个我们说是什么甜的年糕，啊，去做咸的不一样。这个一开始就给它做咸甜咸甜的，对吧？好，然后这个就是要慢慢的，好，水再来，不要急，就像和面团一样。对，好，那这个哈一定就是完全使用那个面糯米粉，糯米粉对，不用掺别的，不用。哦，糯米粉比较 Q 啦，哈，比较 Q， 比较 Q 对不？好，掺别的话就不适合了。嗯，加也小丁。哎，所以说这样很方便啊，很方便啊，嗯，小时候还要去磨完，还要压，压完以后还哦还变一块一块的。对，你看现在，哦，所以我们到超级市场啊，就去买这个糯米粉来用就好了哈。嗯，很方便又很快。多做一点可以放吗？可以啊。哎，你也当空嘞，啊，家己做你妈妈跟那边加也是呗。要炊炊的，同款，搁是同款样嫩嫩。啊，是讲要做汤啊，咱就来煮汤来吃。伊安尼起来吼，爱在爱用个精油。哦，所以这个就是要慢慢揉，慢慢揉。好像这样子的，揉法哈，我们蒸好以后呢，就是可以吃，干的，也可以吃汤的，对，是不是？好，那这个过程呢，大家就要像揉面团一样的哈，然后。揉到也是叫做三光，啊，糯米团要亮亮光光，啊，碗奶要亮亮光光，啊，手也要亮亮光光，对吧？那个才叫做 OK 了，啊，好，来，现在这个揉好了，揉好了，好漂亮哦，好漂亮哦，好，现在不会说很那个哈，这样直接拿去蒸了吗？还不行，没有了，还要动作哦。哦，把这个已经放凉的、炒过的，难怪刚刚酱油要放的比较多，味道比较浓，因为它要给它混在一起。哦，这个，这个我们还从来没看人家做过，真的哈？嘿，没有呢。可是很好吃，很好吃哦，很特别呢。嗯，然后哦，花生，不要太多了，啊，可是都比较好吃的。哇！这位素玉妈妈，你很豪气耶，所以放东西都不怕人家吃，放很多，
对不对？那个师姐跟我讲说，那花生要多一点比较好吃啦。真的哦，对啊，这个要拿去卖哦，划不来耶，本钱很厚哎哈。但是这个就是做给大家分享，你有没有做给你们的那个什么医院，大林医院的医生护士吃？医生护士我都是怎么呢？用这什么呀？肉笋瓜，他们很爱吃哦。吃什么？肉笋瓜。肉笋瓜。对啊。真的。每个月都要煮，都爱煮一盖去。他们要点菜，对，还没有做过这个，没有，下次做一个这个给他们吃吃看。好，好，你说推柜哈，我们有很多师姐也有教过，但是像这样子做法还是第一次看到，好开心哦，你看我们还听到喜鹊在叫吗？啊，真的看到喜鹊了耶，那是喜鹊吗？哦，天哪，我第一次看呢。哎，好漂亮哦！哇，我们真的喜气洋洋哎！我们今天来这里做料理，我们还听到喜鹊叫声，还看到那个黑天鹅双双对对在那里谈情说爱，哦，我们真的会双喜临门呐！哦，你看这样揉揉揉，那就这样比较软了。今麦咱就改桂油啊，是不是？咱今麦改今麦吹个也凉嘛哈。是要用这个桂油啊？哎呀，你看桂油啊是什么油啊？对，用个炊粿来用的粿油啊，叫做什么？果叶啊，果叶。学名我们在 Q 上面，我们拿来查矿没？好不好？好，查到了，我们打个字幕在这边给大家认识一下。但是不要随便乱采，有的叶子是有毒的。没有，这个是勾炸的安尼啊。勾炸席这个是可以。对。啊，你不认识这个，你就不要乱采叶子。哦，这样子。对不？哦，不会呢，公公啊，可以随便采一些什么什么叶子啊。嗯。啊，实在没办法就买竹叶嘛。哦。好嘛，是好哈。对对。好，但是认识一下龟壳啊，是安尼。对。好可爱哟，长得好可爱哟！啊，还要抹油，抹油较袂黏条诶。哦，这样子吼，我马上要来帮忙。小小的比较可爱啦，好，我喜欢小小的，小小的吃起来就是感觉上比较没有压力，对吧？怕吃不完哈。哦，就这样子。这个可以一次多做一点。对。好。就这样子。哇，妈妈的小是这样小，我的小是这样小，那是可以啦，可以啦，可以放一个小叶子啦，哈，对，然后给它那个放进来，哦，摆在那里，好，好不好？好 ，OK。好可爱哟，你那个比较薄哈，也是很漂亮，可以吗？可以啊，薄会不会做的比较薄，会不会影响它的时间？不会。厚薄都没有关系吗？好，大家就照这个方式来做哈。那你做多大多小，那个蒸的时间有没有影响？应该不会，这个很快熟。很快熟是不是？不是说做的比较大要蒸比较久，做小的蒸比较。应该是这样子对啦，可是这样，哦，这个时间很快啦，很快对不对？好，我人就是安尼小小一个，所以我就做起来就是小小的。做小小卡够嘴咩？哦，对，好，这样子把它压一下，压一下，哎呀，好可爱哟！好，做小小阿妹，好可爱哟！好，我们照这个方式以后，我们大概要蒸多久时间？10-15分至十分就会得当。就紧哦，就紧嘞，就紧熟嘞，嘿啊！肉米粉呢？对呀，很快啊，这是生的还是熟的？这生的啊，啊这这就是这土豆什么拢熟的啊，是都是可以吹干迄个肉米熟得啊，熟得好啊，所以火水煮开，煮开然后放下去，然后大概蒸个5-10分钟，对对，啊那个好啊，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哈蒸好的哈，蒸好的来给大家看一下，哇，所以说。这个拿出来还有一点温温热热的，对不对？对。那吃的时候呢，是热热的吃，还是更凉的吃？安尼温那吃，温温的吃，温温的吃。好，我又来吃一口哈。好，那可是这个呢，这较重呢。重啊，在那边煮汤啊。这是放在冰箱。Take 起来。对。好啊，这都来煮汤。对。好，来这煮汤要安怎煮？咱都来切切。所以如果没抹油你就特别起来，有抹油嘛，对对啊，就一定要抹油，那就把它切切的，哦，对对对，这嫩嫩的就是 QQ 啦，这嫩嫩 QQ， 我看是不是一道提起来，嘛是一道，啊，有抹油就会当啊，哦，那是没抹油就会凉掉哦，所以你看啊，真紧，你看，安尼就提出来啊，
所以说一定要抹油，千万记得。嗯，哎，这个嫩嫩 Q Q 的，啊，你看这些东西，刚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个年糕差不多哈。对对对。哦，这个我们来 ，OK， 我们就来。你若不用果油啊，哈，会当用果菜叶，果菜可以。哈，果菜哦。对，嘿，用果菜买当。哦，果菜啊，是竹叶也是可以啊，对对啊，哈。好，就是说，果油啊是比较标准的啦，啊，标准的啦。这是锅渣了，锅渣比的嘛，那种高啊，哈。好，我们就不要煮太多，各种的配料就是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放，对对对对，对。第一次吃到这个就觉得说真的很好吃，然后师姐真的说对了，花生多一点真的很好吃，花生多，她吃得到花生那个 QQ 的那个脆脆也比，哎，好棒哦，忍不住很想再吃一口，好，你再吃，真的不错，真的很好吃，然后，感觉上。没有说好像那个，糯米好像会消化不良那种感觉，比较不会哦。所以这样做来试试看，要水了哈。真的可以做一点，做一斤没关系。摆在冰箱里面，然后想吃的时候就把它拿来煮汤。对。那如果说我们不要煮汤，就是要吃这样干干的话，那这个从冰箱拿出来。去放到电锅回蒸一下，也可以，可以。好，那得了就看可乐可以。哦，所以说我现在吃这个口味哈，因为你刚刚那个香菇里面的，就是说调味调的比较重，对。然后这样子放下去，刚刚好，很香。哦，这个真的可以做，学起来，没有吃过，而且也没有看过是这样做。我们有看过人家是做丁椰拿来拿来煮咸的汤。好是哦，黑是乌啊，就是一般的年糕啊，但是呢，我是就不爱加年糕，因为就觉得说甜甜的，那这个很好吃。那一般的东西菜头贵嘛，对不？对对，嘿啊，你加咸的东西菜头，我贵菜头贵嘛，哈，都安尼嘛，哦，这个好吃，非常好吃。好，就是照这个样子，我们要吃到多少，我们就煮多少，对不对？那像这个，有没有人在好像就调一点什么酱啊？再来可以啊，所以你呢？可是这样就很有味道了啦。对啊，这个已经很好吃的，很香哎，不可思议好吃。这个花生，那个花生真的是加分，那个花生真的是。太好了，所以不要舍不得放那个花生，真的很棒。好，然后这个就好，其实这样很快啊，就很快，很快就好啦。下去哦，赞哦，好，这个就可以，我们就可以来享用了，对不对？对，哇，我想吃一口哎。可是那个香油还放进去，香油啊，人家这样子可以吃啦。好啦，现在忍不住了啦。先吃一口啦，先这样尝一口有爷的汤啊，还有这个用水煮了以后，再洗下面快点煮的，会不会高汤软？如果说你讲是放高汤上，无我是拢无用，你若有高汤才好食啦。哦，真的吗？对啊。你看这安尼就较嫩啊。对啊，对对对。所以不要煮太久，对不对？对。所以滚了你再放进去就好了。哦，真的很棒哎！你讲那润润嘛没啦哈？对哦，哎呀，你看，所以说我们这个素宁妈妈，你看做这个锅渣饼真的很特别，对不对？大家就照这个方式来做看哦。感恩你，感恩，好厉害哦。咸甜粿做法是香菇切丝之后入锅加素蚝油炒香放凉备用，糯米粉加入少许的盐巴，两匙的糖。少许的香菇粉搅拌均匀之后，慢慢加水搓揉，再放入炒过的香菇和花生米搓揉均匀，接着捏成小丸状，压扁放入已经抹油的果叶中，入锅蒸十分钟之后就成为咸甜粿。秀珍菇切半，番茄切块，咸甜粿切条状，起油锅放入秀珍菇番茄拌炒，
再放入适量的水和咸甜粿、金针菇续煮，再放入一匙半的盐、一匙的胡椒调味，最后再放入茼蒿煮熟，起锅之前再淋上香油就可以了。拥有多块湿地的台南是鸟儿栖息的乐园，水面上惬意的觅食，还有互相追逐嬉戏，水鸟的多样姿态一一的让人感受到生态保育的重要。而身为慈济环保志工的郑素玉夫妻俩也一同在为维护环境而努力。郑素玉有感于因为人类过多的贪欲制造出大量的垃圾和多种污染问题，为了留下良好的居住环境给后代子孙，夫妻两人总是把握机会落实社区做环保。尽心于志工付出的郑素玉是在十几年前受到邻居的牵引而加入，近年来地球暖化灾难频传，郑素玉决定开始吃素，但没想到却反而失去了健康。都没用嘛，如果都青菜还要做事，我都只能白米淡咸吃淡咸要吃，都做青菜吃，所以这样吃的时候都自己吃素食，都没有分担病，就都青菜吃，吃到50公斤，吃到刚刚剩42公斤。忽略营养均衡摄取的素玉，直到四年前先生也吃素后，为了顾及两个人的健康，他透过书籍开始认真的研究如何健康吃素。那个营养师都有讲嘛，就是每天都要吃五星嘛，我们吃素食也要用看起来的东西要吃，大家想要吃素食啊，所以说我就这样，我先生头先没吃素食就是这样，可能也是这样有关系啦。郑素玉吸收了多方营养书籍的建议后，展现在他的厨艺上面。虽然看起来只是简单的三菜一汤，但每一道菜他都细心的做营养搭配，来达到色香味俱全。啊，两个人吃吼较爱变，比如讲你若家己会吃，你煮就煮煮啊，歹煮啊，啊两个人吃是毋是来煮就较好煮，较袂讲吼，煮一点点嘛歹煮啊，你买物件嘛歹买啊，啊其实做是真好呢。对咱的身体嘛较好，血管嘛还袂脱掉的，因为毕竟拢有年岁啊嘛吼。啊，而且你我拢常伫病做时间看到人个安尼吼，病苦病只足苦的，你要家己就是警惕心安尼啦。我希望讲吼，阮兜家伙人拢会当食啊真健康安尼啦，啊无病痛安尼上好啦。活到近60岁，郑素玉用吃素来带领家人做好体内环保，不仅获得健康的身体，同时也减缓地球暖化，为维护环境尽到了一份心力。